地外玉鼎，既然已经足罢，三个条件无法完成，你的性命我便饶过。现在你也对着我做什么？我只是看你真无聊，真有趣的款，关心一下啊。我比龙君从来无需要你的关心，就要实际行动，找一个绝世高手来做我的对手吧。哪来这么多绝世高手？你的父亲总叫人是中路。是啊，我替你顺遂你的父亲。哈，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但是要从哪里着手？如果找到伊，就可以做我的对手了。哈，原来你是在打这个主意，爹亲才袂这么无聊，无代志跟你相拍。总之，你我的缘分已经结束，你不用再对着我，我也无需要照看你。啊，我想也是。再来，你想要去倒位？天下之大，总有几个对手。中原如果无人，就往他处寻找。你要去他处哦？我伫溪水城有听大将师讲过，九龙地脉对应九个地界，中原只是其中之一。你想要去哪一处？需要过地理吗？也是，既然你已经找到目标，心情也应该好转了，那我也放心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段日子感谢你的照顾，我要回去溪水城了。易无心，啊，什么代志？一项物件，就当作是第三个条件的补偿。这是，哈？一中，一中，你不能从我身上找到物件。就当作新曾经存在过纪念吧。九龙马车，乌白龙君，九界之中总有几个将乌白龙君感兴趣的人物。哈哈哈哈对，会闪闪的，乌白龙君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